城乡融合发展是二十届三中全会着重的议题之一，亦都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。为了实践相关改革，全会提出四个重点。首先是健全推进新型城镇化体制机制，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，保障进城落户农民合法土地权益。第二是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，推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扶持政策，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，能够赋予农民更加充分的财产权益。第三是完善强农惠农富农支持制度，支持农村农业优先发展，培育乡村新产业新业态。最后是深化土地制度改革，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发展。